才嫁到顾家才多久，你等她站稳脚跟了，她能把你放在眼里吗？以后只怕你在盛家一辈子也直不起腰来。偏姐姐弹迷了心窍，如何都不肯听劝。站那儿去，跪下。我可是当家的主母啊，你若不服就去寻你官人，若再不服就回娘家。明兰，这赵儿是你的表妹。且不说什么二房，哪怕是当个妾室，只要服侍好你和二郎，给我们顾家开枝散叶就好。别人家的女儿或许可以，但这康姨母家的那是绝对不成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可是你嫡亲的姨母啊。姨母，你康家五年前要死一个，两年前寻衅打死一个，年前一尸两命抬出去的。姨母您手里过过多少条人命，您还记得清吗？你还什么人？圣诞娘子为了不给二哥纳妾，就编出这样的闲话来，这不是要遭报应的？现在我们全康家都知道赵儿要给你家顾侯了，如今二哥媳妇都不乐意了，你们顾家是打量甩了我？我是没脸把他带回去了，要死要活你们顾家给个话。秋表姐可怜，救我一条命吧。常嬷嬷，你找几个得力的女使叫她送过去。不要啊，表姐，求表姐怜悯，留我在府里，我一定老老实实，绝对不争宠争名分呀。表姐，她要是不走就把她捆了送到康家门口去。你可是她不挑揭穿要来，姐姐若不肯留我，我死也要死在顾家。这不乖乖的把赵儿给留下了吧？这个小贱人敢当众扯我的脸，我若让他有一天好日子过，我就不是人。那个赵儿是个听话的孩子吧？哼，他生母的命捏在我手上，他若不听话，打我也把他打听话了。我不做去，我也不托你。表姐，我娘说了，谁也不是亲生家姐，谁不想好好嫁人做个正统娘子。表姐，我不托你，我宁可死了我也不托你。